盘点吃鸡中最惨的枪械皮肤，到目前为止吃鸡中的皮肤已经多得数不清了，但在游戏中就存在那么几把武器却被很多玩家打入冷宫，惨到连皮肤都没有啊，看来不仅被玩家嫌弃也遭到了光子的冷落。第一把 Win94 威力是狙击枪里最差劲的，后坐力呢也是最大的。第二把 G36C 雪地的专属武器，也是出现在步枪里最迟的一把武器，没有皮肤的原因或许是上学迟到了吧。第三把 MK47 这是我用过最难使用的一把武器，竟然还是把步枪。第四把妹控 SLR QBU， 以上三把武器均为射手步枪，但妹控只能在空投内获取，使用的人群还是非常广泛的，所以说也有极大的可能比以上武器先披上华丽的嫁衣。第五把 DBS， 这是喷子界出现最晚的一把武器，我们暂时就不评价了。我们再来说说出现游戏中最早的十字弩，它曾经的辉煌是刺激战场还未下架的时候，它既不是狙也不是射手步枪，威力却在吃鸡中排名第二，这样的一把武器竟然也没有皮肤，是什么原因呢？是爱吗？是责任吗？这未免也太惨了吧。除了手枪以外还有一把冲锋枪暂时没有皮肤，大家猜猜最惨的外号会花落谁家呢？